咁今次畫面見到嘅第一條式咧，咁其實佢有名堂嘅，咁佢就叫做倒數方程。咁咩意思呢？咁即係話，如果我係喺呢一條式度，我係將入面嘅所有 x 換曬做一 over x 嘅話咧，咁你可以嘗試一下，將佢代入，將呢啲 x 啊，呢一個 x， 呢一個 x， 呢一堆 x 咧，全部用一 over x 代替嘅話咧，咁 turn out 出嚟嘅呢一條方程咧，係會變翻佢自己嘅而家嘅呢一個樣嘅。咁呢一啲咧就叫做倒數方程啦。咁關於倒數方程咧，咁啊，佢有一啲好特別嘅特性嘅。咁啊，而家可以睇一睇啦。佢起碼第一樣嘢就有佢獨特嘅對稱性啦。咁我哋見到呢一個最大嘅 x 次方嘅前面呢一個係數咧，同埋最細嗰個咧係一模一樣嘅。咁啊，跟住嘅就係有呢一個啦 ，x 三次同埋呢一個 x 嘅系数都系一模一样嘅，咁啊如此类推啦。咁啊呢一啲对称性咧，咁啊一阵间会帮我哋解呢条方程咧，发挥住一个好大嘅作用嘅。咁我哋一齐睇睇啦。咁啊见到呢一啲咁样样嘅倒数方程，我哋一般嘅做法咧，就系首先将佢隨以中間的那個次方，即是 x 的平方，整條式隨以 x 的平方，我們就會有第一個 term 變成 2x 的平方加 3x 減 16 加 3 over x 加 2 over x 的平方，整塊東西等於0。然後又是時候這些系數發揮作用了，我們見到一個這樣的系數，我們就可以將它各自找一個啱嘅 group 埋佢啦。咁啊，我哋 group 個二咧，我哋入面就會有 x 嘅平方加一 over x 嘅平方。group 個三咧，我哋就會有 x 加一 over x 啦。咁最後呢嚿嘢減16等於零啦。咁然後我哋睇咯，我諗大家到而家呢一刻為止應該都比較熟悉噶。我哋見到呢嚿嘢咧，咁其實就可以透過一個配方的方法呢，就盡可能令它變成似隔離的這一塊東西的。所以下一步呢，我們就配方啦。配完之後的結果呢，就是 x 加1 over x 的平方啦。這塊東西就自然出來了，變成這樣的東西了，變成這一個 form 了，只不過多了個平方而已。既然配方，這個東西乘這個東西就會等於1啦，咁我哋中間爭咗個咩啊？爭咗個2咯，即係2乘2啱啱嗰嚿1啦。咁呢一個2咧，咁啊攞埋出嚟嘅話就變咗4啦。咁即係前後我哋總共加咗4落去呢一個括弧入邊。咁陣間咧就要搞掂翻嘅。咁之後嗰啲就一模一樣啦 ，x 加1 over x。咁啊係時候要還債啦，還翻嗰個4。咁啊加埋咧就變咗要減20。咁然後又係一個，基本上都是手板一件功夫，我們當這個 x 加1 over x 是一個新的 variable， 我們叫它做 y， y 等於 x 加1 over x， 所以整條式 turn out 就會變成 2y 的平方加 3y 減 20， 等於0啦。其實這塊東西又可以化解的，分解完之後就會變成 2y減5同埋 y 加4嘅，成嚿嘢等於零。咁啊，剩低嗰啲都係一啲比較標準嘅步驟啦。y 咧，我哋有 y 等翻於呢一嚿嘢 x 加1 over x， 咁啊等於第一個解啦，等於5 over 2。剩低咧就係 y 炒多一次等於 x 加1 over x， 咁啊等於這個等於負4的，是的。然後呢，我們最後當然就將 x 揈過去變成一條新的 x 的二次方程啦。所以 turn out 最出來解到的答案呢， x 的第一個解呢對應回這個5 over 2， x 的第一個解呢就是 2， 而 x 的第二個解呢就是1 over 2啦。咁啊 ，x
的第三同埋第四個解咧，咁今次可以一起寫啦。佢就係負二正負根號三嘅。咁啊，大家都見到啦，對關於倒數方程咧，咁你又可以見到佢呢啲答案咧，呢啲解咧，佢全部都係呈一個倒數嘅關係嘅，見到二同埋一 over 二啦，咁啊，同埋呢一個負二呢個正負根號三啦，咁其實一個係另外一個嘅倒數嚟嘅，咁就係咁樣嘅啫。嗱，咁至於第二條咧，第二條相對嚟講咧就複雜好多啦。我哋睇睇第二條先，第二條佢首先係一個四次嘅方程啊，咁然後我哋又有一啲根號喺度喎。咁四次方程本身已經難搞㗎啦，咁我哋又有根號，咁啊如果係二次方程我哋會還好處理，今次四次方程呢幾乎我哋之前用過嘅方法呢都唔多 work 咁喎，咁既然係咁，個根號就比較難搞，不如我哋就試一試試一試搵啲嘢取代咗呢個根號先啦，咁啊我哋撻一個新嘅 variable， 咁啊呢個叫 y 啦，等於根號三咁樣，咁然後呢就可以化簡咗成條式啦，咁啊將三或者根號三全部攞 y 嚟表示，咁呢條式呢最後就變咗 x 嘅四次方啦減 2yx 嘅二次減 x 加 y 嘅二次減 y 呢個嘢等於零，咁然之後下一步可以點做呢？關於 x 呢個四次方就太過複雜啦。咁既然係咁，我哋又有新嘅一個 variable 叫 y， 咁不如我哋索性攞 y 嚟做主角咧。咁啊，攞 y 嚟做主角，我哋會變成點嘅樣咧？咁啊，將 y 最大嘅次方 group 咗佢先，我哋會有 y 嘅二次方啦。減 2x 嘅二次方加一個 y 加 x 嘅四次方減 x， 咁呢嚿嘢等於零喎。咁然之後就係一個化簡嘅程序啦。咁啊，我哋已經 form 咗一條關於 y 嘅二次方啦。咁呢條嘢點樣化簡呢？咁啊，我哋見到呢一個 x 咧抽咗出嚟咧，咁呢一個就會變成 x 抽咗出嚟就係 x 三次方減一啦。咁啊 ，x 乘以一個 x 三次方減一咧，咁就有方法可以解咗佢嘅。咁啊，呢一嚿嘢就會變成 x 嘅平方減 x 啦，將佢乘翻落去嗰一個解完出嚟嘅 x 減一噶。而右手邊呢嚿咧就係 x 嘅平方加 x 加一啦，咁啊，然後可以乘乘除除啦，咁啊交叉相乘法，我哋就會解到出嚟有一個咁樣樣嘅 form 嘅，個 form 就係 y 減 x 平方減 x。之後隔離就是 y 減 x 平方加 x 加一呢嚿嘢等於零啦。咁所以 turn out 咧，我哋就會有左手邊嗰嚿嘢等於零，又或者右手邊嗰嚿嘢等於零啦。咁所以咧，我哋就會有下面嘅呢兩條式啦。將呢個 y我哋而家系时候可以代翻个根三落去啦 ，y 等于呢个根三啦，匹翻落去之后咧，我哋就会有呢一条式 x 嘅平方减 x 减根号三呢嚿嘢等于零啦，又或者今次写翻个中文落先，又或者呢个 x 嘅平方加 x 加一减根号三呢嚿嘢等于零嘅，咁然后就系、是。我哋見到呢個係一個二次方程啦，咁對於二次方程，我哋而家終於可以唔需要驚佢啦。咁如果計算嘅步驟冇
其他特別嘅錯誤嗰陣咧，咁我哋就會有下面嘅呢兩組答案啦。第一組就係 X 一同埋二一齊解啦。你見到呢啲咁亂嘅數，都係會用我哋所謂嘅無敵公式噶啦。一正負根號一加四個根三，哇！你見到幾複雜？然後呢個嘢 over 二。咁第二組呢就係三同四一齊討論啦，就係負一正負根號四根三減三成嚿嘢呢 over 二嘅。咁呢一條題目 X 嘅四次方嘅方程呢，四次方程有四個解，咁就係呢度一二三四同 MV 花呢四個啦。呢一條題目嘅解法呢大致上就係咁啦。